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全神貫注搶出嚟啦。中間係黃龍帝國啊，第三位有香飄萬里，出邊走上去黃三咧，進佔第三啊致敬區啊。遠彎啊，前面放嘅馬就係黃龍帝國嚟噶，跟住喺第二位有全神貫注啊，內欄第三係香飄萬里啊，跟住個第四位致敬區啊，內欄第五咧咁啊仲有致勝攻略啦，隔離拍住佢粉紅眼罩咧，仲有呢只魅力一丁啊，一路兜出邊噶啦，紅三就喜愛線啦，馬林中間黃三淺藍帽。仲有大紅心啊，內欄啊，麒麟啊，攞出去外邊噶嘛，有呢只人和嘉誠啊，領航傳奇嗰啲嘛，好啦，正著直路啦，前面黃龍帝國鬥緊呢只全神貫注啊，中間追上嚟噶嘛，有香飄萬里啦，致敬區啦，中檔位置仲有致勝攻略啊，外邊咧咁啊就係呢只魅力一丁嗰啲嘛，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埋邊黃龍帝國仲係鬥緊全神貫注啊，咁啊中間香飄萬里上緊，外邊致勝攻略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致敬區，接近中啲全神貫注贏出呢場賽事，跑。第二名嘅馬咧，香飄萬里響中間，出邊致勝攻略。至於跑第四名咧，係黃三嗰只咧，咁啊淺藍帽致敬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全神貫注都係一隻較為質身啲嘅馬，擺到喺前呢個位置，結果就打開勝利之門啦。跑第二名香飄萬里，外邊啊致勝攻略，第四名致敬區同埋埋邊黃龍帝國就俾。